数唔数到雾眨眼几多秒？有个露台搭个缆车同小朋友舒舒服服睇云海，就真系只有北海道最大规模度假村星野度假村自做到。记者亲身体验，发现呢度唔止云海同滑雪。夏天嚟呢度嘅 Minna Minna Beach 可以跌落水，玩 slide。由台湾嘅靓仔教整雪糕，仲有食唔完超过20间餐厅。我就拣咗早餐食沙煲沙煲。尼桑拉尼最大嘅特色就系房够大，可以一家大细浸按摩池。又可以睇下安藤忠雄嘅水之教堂。买下睇下北海道名物，酒店又近富良野同十胜，睇花田去牧场都方便。